对，没数学这么好，3821嘛。你上个礼拜被酸了，有看到吗？没有呢。被酸什么？哎呦，被酸一次算什么？我每天都在被酸，好不好？算一次而已，没事，我每天也在用算。谁酸你啊？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酸你。这两个是高酸，这是还有 X 跟 Y 的。是吧？冲水。上。弄得好累哦。怎样？分组走。阿雄，等他。今日讲鱼波啊，今日波鱼波啊，刚好补了哦。看姐心里的，你就往里跑。哦，我有，宝贵。鲑鱼超大隻，不是，今天的鲑鱼超大隻哦。鲑鱼超大隻哦。这边有锅嘞。那又辛苦了。对呀、啊，辛苦了。辛苦了。小卷，你看看澎湖小卷，有，澎湖小卷有。我只想过
我这辈子不是爱你，从今以后你还是说这边走，我刚才前面摆的差不多，我再去前面。今天有没有整条的鲑鱼？有，今天超大条，超级大条的。哎，一尾2500哟。今天的鲑鱼比平常还要再大，宽，长宽高都还更大只。我们前面摆好了没？没有啊，他爬坡啊，没有办法啊。哎，十七栋啊，你爬坡本来就是爱时间啊。够什么？够油量车。我就讲十七栋啊，你爬起你就是爱等伊啊。我头发好长，对啊，还在留啊。我说过啊，我头发要留长。黄鱼白鹤，呵，没有挑拣。我知道。来，我要过一节。来，又往过一节。来，姐啊，你这位又过一节。听到全脸啦。剪短比较好看，没有啊，我要整个染掉啊。我下个礼拜应该就会去褪色了吧。今天鲑鱼是智利的。好，等一下我拿走。今天整尾大尾的是智利的。没有，智利啊，挪威今日，规尾上大只还是？湖南，今天最大只的是那个，是智利还是挪威的？智利，智利哈，今天到智利了。你不要去啊！哎呀，还没过来，人都去去啊，都去打麻将。不用管我适不适合留长发哈，我爽就好。我要先脱色啊，所以我要先把颜色整个褪掉啊。因为我要染浅色系的，所以我要等，我要把颜色褪掉啊。好像有人骂你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。
这叫帕头啊。哦，对。啊，对，都表示拢无啥在煮。叫我抓到啊！吼。本身是因为人家去赴日的，介绍就一定要来。我今天六点就来，在那边等，来回等。然后还找不到你，我要跟着他走。跟着他走？因为费心有险，他从远远的这样子走过来。因为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去赴日，然后想一想，先来这里见识见识。没错。花枝吗？啊？花枝吗？花枝。大只的花枝。今天这样大花枝无吧？啊，今天没有。还是你是说透粗？透粗。花枝透粗不一样。花枝透粗，卵枝章鱼分辨不辨得出来？有一点。花枝比较大，比较小，白白胖胖。圆口其实，但你看它白白胖胖，是因为它皮脆了。什么都买，哎，回珠啊，就顾不看。